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？闺蜜的弟弟，就姐弟吧。谁跟你姐弟啊？怎么不是姐弟啊？到底是啥呀？就是我们俩之前谈过，然后现在是分手的一个状态。分手了？分手你们还穿情侣鞋呢？干嘛跟我穿一样啊？你怎么又穿这双鞋啊？增高啊。那我也增高啊。那你们分开多久了？一个多月吧。56天。记这么清楚啊？啊，像你什么都不记，纪念日、经期，是不是都是我在记？好。那你们都分手了，还一块出来玩的？我有一件衣服在他家里，然后想让他帮我拿过来。想我了你就直说，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不用这么烂的借口。我就是过来拿衣服的。那你就是对我没意思了。好，没意思，还给你。哎，这样那个可以单独采访一下你，就如果接受的话，还会有惊喜礼品哦。可以，为了礼品啊，不是别的。你觉得你们分手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他觉得吧，我很幼稚，我就觉得他每天都一直忙，然后不陪我，就是他的问题。就是因为我工作很忙，然后他要求又很多，什么信息秒回啊，事事都要报备啊。想复合吗？你听不见吗？听不见、哎、我肯定想啊，我是被迫分手的呀。嗯，那肯定还是想的吧。要不我帮你们撮合一下下。真的吗？问一个刁钻一点的问题啊，就是聊天记录有没有删除？我肯定没有啊，但是某人都换新手机了，肯定删光光咯。消息记录我都备份了好吗？不信你自己看。哎，男生，你买这个手机是多少钱啊？9000多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买贵了。我在证券上买的二手机苹果13 Pro， 才花6000多块钱，比新机还便宜3-4千呢。用起来也跟新的一样，而且转转还有认证过的验机报告，特别靠谱。上面的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很不错，全都保修1年。如果要换手机的话呢，都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个挑战，完成的话就奖励2张迪士尼的门票，你们要不要参加？迪士尼。要。他特别喜欢去迪士尼。那回头跟谁一块去啊？这个嘛，就再说喽。哎，我跟你做的任务拿了门票，你不应该跟我一起去吗？我可以跟你姐一起去啊。那我工具人喽。那我们游戏就是抱在一起对视10秒钟。行吧。为了我的迪士尼。好，为了你的迪士尼。你咋抱都不会抱了？你不也不会吗？10。你干嘛啊？你胖了。没有，衣服比较厚。我感受一下。6、5。干嘛？有个虫子，我怕。3、2、1。这个太简单了吧，难不倒你们，对你们都没有挑战性。太简单了。哪简单了，抱都不会抱。那这样啊，我们再追加一个挑战吧。你们最想去国内的哪个城市旅游？3亚。你们两个都一样吗？适合度假。之前有讲过要一起去的。那这样我们再玩个游戏，就玩隔着扑克牌进行10秒钟。这个难度的跨度是不是有点大？如果挑战成功的话，我们就再包你们3亚的来回机票呢。好像可以考虑了。那来啊，扑克牌。黑桃 Q。快点、啊！好，来，你亲我干嘛？好，来。哦，歪头了。10、9，哇，哎呀，3。你犯规，是不是他犯规？他把牌抽掉了。没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一个转身环节啊。如果你们愿意给对方一次机会的话，就在我倒数5秒后转过身。如果不想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走掉了啊。那转个身吧，我们。好。开始倒数了啊。等一下。什么？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他讲。其实分开这段时间，我也一直在想你。然后，其实我也有错了。你也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，我今天穿这个鞋过来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想过来拿衣服，我就是想见你而已。
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好好的在一起吧。反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男生考虑清楚了，三、二、一了。不转了吗？我想和你。哦，好了。之前都跟家里人说好了，本来都说今年过年的时候，然后说上你们家提亲。我姐我爹妈特别喜欢你，结果你给我玩这出，哎，太伤我的心，我一定要好好报复回来。哎，那这样我来加你一个联系方式，就是那个门票还有机票什么的，我回头都发给你啊。OK， 你看我这壁纸还是你吧。哎，你说这个来给你看，这是啥？那我也有啊，这是啥？这什么时候拍的？夏天的时候拍的。哎呀，哎，对，我就是记得，是不是说女生还会跳舞来着？啊，对，跟我再秀一部恩爱好吗？韩国婚礼的那个。韩国婚礼啊，哦，我知道，那我给你们找个歌。对，你们要结婚了。